太野蛮了，找人过去吃。哇塞！哇哇呀！哇靠、欸！你是在故意秀，还是你平常是这样饮食的？真的吗？酱油怎么？而且喝酱油。哇靠！真的不知道，看左看右看没有一样能吃的。可以，这是好吃的、欸。你要不要吃看那个看一次我就很高兴了。我们还吃一次，然后拍那个朱茵大战。看你们胜最好，我多加到。你加干嘛？还有 sauce。现在才有50，11:50，才11:50吧？12:50。哎呦，早了！我预计整趟结束是6。哎、欸，我子弹。除非朱茵大战出问题。我太可惜了。其实没有，我们做完节目应该。我们来拍这里八个字好了。我觉得包括场库了，场库大概3:30，差不多。雷米热岛。这是啥呢？没事，三次作业。哎、欸，你也要吃哦。你是对啊，正好听说很好吃，真的还蛮好吃的。那应该是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。对啊，够味吗？而且是很嫩，对，它是很嫩很嫩。而且拿出来之后啊，它那个一点点麻辣，还算不错。试一下，不要为手机吃啊。没有，我们整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如果你要买什么食材的话，嗨。那个负责这件事的人一定要吃，对对，一定要这样。我们整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传统要不然的话，不能说我整别人，然后自己都不吃。哎，对对 对，我买了，我一定要吃。我的妈呀，吃亚硝酸盐，是不是没有很熟？那它的骨髓啊，避掉那个味道，跟鸡一样。而它味道真的很重，要东西去改。他们怕再灌久了，他分开喝吃了，沾了现在是沾。哇，太辣了吧！天啊，这是原始人等级耶，好变态哦！够吗？认真，够吗？嗯，他是第一，够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原始哦，对啊，真好吃。我已经是个脸，我刚刚已经持续40秒没有动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吃鱼都不去鳞片的，哇，太野蛮了，很野蛮。我的天哪，好爽，哇，妈呀妈呀，好可怕哦。还好我们是在石器时代认识，也妈，你看，如果我在石器时代认识你的话，我一定会一路跟着你，太一定有东西吃，一定是我酋长，对，一定是大酋长，有东西吃。哇塞！哇哇！你是在故意秀，还是你平常是这样饮食的？真的吗？那酱油怎么淡？哎，你们家老板就平常都这样。你要不要喝喝看？对啊，他一直推荐我们，但我们不敢。对，天哪！我的妈呀！哇！你们干嘛？你在吃的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靠！哎，这米酒哎，这是什么田鼠？茹毛饮血的那个意思。哇！而且喝酱油。哇饿到了是不是？真的，算了，好饿。够辣吗？还可以配瓦萨比，够辣吗？蛮劲。要不要配瓦萨比？天哪，这味觉失调了吧？好，没事。今天就吃这样就好了，我去洗手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呢、啊？等一下你们全部人都好，把这些收一收，不能试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不是人，我们真的可以，我们真的可以啊。如果我们吃了，你们吃不吃？刚刚我们咬了。要不要？我没有，我们喝，我们吃这些。我已经在擦汗了，我不懂。我咬到所有吃，直接吃一口。我可以吗？剪刀石头布，把结束了。耶、yeah! ！吃吧。吃瓦萨比咬。直接讲，哎、欸，不可以闻，直接吃。快吃！哎、欸，他们刚才老板是用吹的，就是他吹东西进去。是不是觉得很辣？再喝一口，快点。快点！你现在做的是米酒，还是喝米酒？你就是野蛮人，你是野蛮人。快点，你先喝，快点喝！我的妈呀！米酒，米酒！快点，这一期的号码。水吧，根本是水吧。哇，你想你想当酋长？你们队友要喝一下。我刚刚有一度在觉得说，我是不是要做效果给你？但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其实我盖瓦萨比第一口就知道说，你们大概在拍什么？你应该骗你们队友。对，我刚才想说你，哦，我应该这对。对、啊。没有，你确定我现在不是在骗你吗？喝一口看看。不要，喝一口。永远都对。还是喝米酒。因为我平常也保有整人的习惯。你闹，他没有套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骗人的，我也可以叫。哎，哎呦，没有，哎呦，卡中间。
怎么样？其实恶心的是你们那么多人喝酒。有道理，他们喝着。所以他正去所以这一关是什么？直接告诉他们你被整了。没消毒，所以这罐是什么啊？我没喝出来，可乐，可乐，可是没有气味道，没气的可乐。哦，难怪，因为没有气。可是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味道。那这一条是什么？那我还没吃耶，等一下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好，先不要讲，先吃。挤多一点不用怕。真的哇沙比？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猜出来了，我分不出来啊！我知道了，快拿，快小李。这我用闻就知道了，是什么？蟹膏？不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是人生五岁岁的人，这蟹膏到底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绿咖喱。哦。他在破坏我的价值。谁喜欢呢？就在下面吗？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好，好 ，Action！ 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整人系列的话呢，就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今天继续拍哦。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此刻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啊辛苦了，摄影大哥，结果我们一口都没有吃，都是他。